经过艰苦的工作，韩宝山他们在黑龙江省甘南市查清了王大鹏的身份，在保定市查清了金宝的身份。 你恐怕不能生下这个孩子。为什么？你心衰很厉害。你父母是不是有心脏病？是，我父亲是有心脏病，但是我姐姐生了孩子，孩子也挺好的。不，这不完全是心脏病。 你精神压力太大，导致心力衰竭。以你这种情况，不能生孩子。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也承受不了十月怀胎，即使把孩子生下来，孩子也是不健康的。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不，这不是你求我就能给你办的事情。 你要为你自己，也要为孩子好好想想。难道你愿意要一个不健康的孩子吗？你还年轻，着什么急呀？又不是不能生育。我是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？你还是好好养身体吧。 过几天赶快把孩子做了，再大了就不好做了。哎，哎，你等一下！哎，这人怎么回事？撞别人连声道歉都不会说。